安南是我的妻子。楠楠她可不是那种人。她是什么样的人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就让秘书买一套老小区的二手房试探试探她，这种拜金的女人很快就会露出真面目。霍先生的定位是这里吧？我家条件不好，走，进去。霍先生，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楠楠呢？他看我们家太穷，跑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奶奶，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？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女，之前装出那副乖巧的样子，都是骗您的。霍奶奶，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真是不懂礼数，我竟然空着手就来了，所以我刚刚又去买了点水果。你这臭小子，我就说，奶奶就不是那种人。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也许他是故意做这些事情的头号人。奶奶，我去洗几个水果，你们慢慢聊。哎。我接个电话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不要太过分了。阿南，我去你家找你，你是不是说你帮到这点？阿南，你居然把我的微信和电话全部拉黑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早上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阿南，耍小性子也得有个限度，赶紧给我回去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要不然别怪我给你两巴掌。和你服气，走。你干什么？跟我回去。放开我。安南是我的妻子，我看谁敢动她。哪儿来的不长眼的东西，老子的谁敢管。你是谁？他是我的丈夫张玲，我们已经结婚领证了。丈夫？好啊，安南，你居然敢背着我逃人，给我戴绿帽。